是宁果儿，这是我们当地一个产吃师傅的柴油鸡，他放在那里已经好多年了。他最近接了一个项目，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发挥点价值，让我给他修。接下来我就看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。很明显，这个油线已经被拆了，进气口坏了，然后这个排气盒的话已经没有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师傅弄的。这个机油加在这个喷油嘴上面了，在喷油嘴上面这个位置应该是进的回油管，然后这个机油管的话应该按在这个位置的。这个缸盖的话一看就是哪个拆过的，应该是之前有师傅修过没修好的。接下来我就拆开来看看到底师傅没修好的是什么问题。看，这个气门都已经坏了，刚才拆过了，这些螺丝都是松的。看这里面已经是锈成这样了，这个小碗是已经拉了的。活塞环都已经被他们拆完，看，修不好，他们把活塞环都已经拆了。这个就是拉瓦的，这些都是拆过的，他们随便上了几颗螺丝在上面。这个机器我已经拆完了，大体问题我已经看到了，主要是拉瓦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清洗一下。
它这个原来是捞瓦了的，这上面有一些槽，这个不能用了，我给它换新的。这个机器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处理好了，然后它没有的配件我全部都买了新的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组装起来。原本是坏了的，所以我就弄了一个二手的给它换上。这个皮带盘它原本是没有的，我就给它弄了一个。你看这个油箱它原本是没有的，是我重新找来的，虽然有点不匹配，但是还是能交流用的。
已经弄好了，就是材料的话花了好多，而且心疼的，但是一把就把它摇燃了，挺开心的。接下来就给那个铲车师傅送去，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